Entertainment TV 的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 Live Show with Annie， 我是 Annie， 你好，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嘉宾呢是一位非常我们可以说是马来西亚非常出名的一位年轻歌手，他呢就是中国好声音中国新歌声的这个陈奕迅战队的学员古杰莹，欢迎古杰莹来到我们的现场。Hello， 大家好，我是 Jesslyn 古杰莹。那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可以来到 Vivian TV 这边接受这个访问。谢谢。当然，我也希望今天就是健谈一点啦。对对，我们就聊一下。对，OK， 好呢，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线上的粉丝都准备好了吗？如果线上你在看我们的直播，欢迎你把这一个直播分享出去。是的，分享出去，然后可以 tag Vivian TV， 当然也是要 tag 我 Jesslyn 古杰莹的 Facebook page 啦。对了。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聊聊一下，我其实蛮对古杰莹你蛮的兴趣，蛮想要知道一下的，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你自己原来有这个喜爱唱歌的天分？我可以讲夸张一点，你喜欢？没有啦，没有。你喜欢？就怎么说呢？其实我就是大概是小时候，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最前面的那一个记忆就是三岁的时候，然后我三岁对 ，OK， 然后就其实我记忆就三岁以后啦，就两岁以下的我都不太记得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很喜欢就是哼歌啊，然后听歌，我就觉得之后长大了，我就觉得不懂是不是因为我的姐姐，她小时候是做童星的。然后可能因为他有唱歌啊，有上台表演啊，而且可能就是这个影响到我小时候就很喜欢音乐这个东西，然后就会想要表演啊那种。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开始不是听童谣，听那种蔡依林啊、王力宏啊。在很小，你很小的时候，可以说是三岁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听这小星星那些儿童歌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听流行歌曲。对对对。然后就唱了，就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几乎是不懂华语的，然后就听哦。你不懂中文吗？对，不懂中文。你从小是说什么？从小都不懂了。然后三岁的时候，就是爸爸是通常有讲英文那些，然后就听了。然后三岁的时候还讲咬词肯定是不清的。所以你是从在这个英文教育的家庭长大的小孩，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咬字不清，可是就哼了那个旋律，哼乱哼一通，然后不懂到几岁，应该是四五岁吧，就还是幼稚园的时候就会好像要求啊，想要跟姐姐上台表演啊那些，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不知道是几岁了，然后我就试过跟姐姐上台表演，就姐姐上台唱歌跳舞，什么新年歌的 event， and then 我就跟着上台，很大胆，什么都不理就上台跳舞，才三岁几岁的时候啦、okay. 然后就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跟胎教也是有关系啦，就在胎教的时候妈咪就已经让你听蔡依林的歌，所以可以讲我是从出生就喜欢音乐，因为一个三岁的小孩子不懂自己喜欢什么，可是就开始喜欢，就是每天在那边唱歌，对。那时候你印象中最深刻，你三岁你就喜欢唱的是什么歌呢？我那个时候还有听那种 Black Eyed Peas 那一种 ，Black Eyed Peas，、就是、我记得很喜欢这首歌。哦、，OK， 果然是九零后，是吗？是零零后还是九零后？那是零零年初的歌了，就我几岁的时候已经到零零年了。非常棒。然后我听说你最近创作了好多歌曲，是吗？其实蛮多的，就超过十首。自己创作？对。你会什么乐器？我现在会键盘，就是 keyboard。keyboard。对。然后不是很厉害啦，就是因为我没有跟老师学，自己 YouTube 看，然后自己学。这样也可以？对。所以就可能基本的东西都会，只是会基本的东西啦。就是看 YouTube， 然后自己自学那个 keyboard， 对，就会创作歌曲。创作歌曲通常都会以哼的方式，先以哼出来的方式，然后可能先写词，然后哼，就想旋律，然后才开始配 chord。当然现在我也有
就是因为我的这个乐器不是很厉害嘛，我也有就是叫朋友就是帮我可能编曲，就是旋律全部自己编好了，然后让他帮我配 chord 这样子。嗯，对，嗯，所以目前为止是超过10首，可是都，嗯，其实是有一首歌是已经跟公司录好了，嗯，可是啊，目前还没有给我知道几时会发布。是你自己写的词？自己写的词，自己写的曲。词曲创作人都是古杰莹，太棒了。那么我们这里看有粉丝。哎，各位线上的粉丝大家好，想不想听一听一首古杰莹的歌呢？嗯，你们想要听他清唱的，还是想要听一下我们已经准备好的？来，请来给我们你的留言，给我们知道你想要听什么。是清唱也可以是吗？清唱可以的。可以啊，有这么勇气。来，我们还是播一首第一首歌。好啊，我们就播一首古杰莹的歌好吗？这一首《流浪》这一首歌，对，是你什么时候创作的？其实这首不是我自己创作的，嗯，就目前还没有发布一首原创歌曲。嗯，那这首其实是由台湾的一个老师，就是小任任中强老师他写的一首歌。嗯，我当然很荣幸啦，因为他是《化学猴子》里面的主唱。哇哦，就是非常知名的一个老师。然后那个时候，嗯。就是在我录制我的 EP 前就跟我说，嗯，就是这首歌给我唱这样子，然后就唱了。哦，然后嗯，其实那个时候在大陆发布的时候呢，嗯，是没有拍 MV 的。然后之后我就跟那个公司要求，因为那时候我有跟就是我的一班 bandmate 就是玩，嗯，就是 join 了一班 band 叫做90后。嗯，90后，那个 band 的名字叫90后。对，然后他们都觉得这首歌很棒，然后很炸，很适合我们，okay. 就是我们喜欢的东西。他们就说不如一起改编，嗯，就可能只是加比较更摇滚一点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去自己录制了这首歌，就跟小任老师他们要求，就讲可以吗？他们都说 OK， 我们就自己就是小本的也拍了一个 MV 这样。哦，也已经拍了。好，我们现在就为你送上古杰莹的这个 MV《流浪》。
自他低空飞过肩膀，意味着什么呀？哦哦哦，我站在高峰向日出望，空气真稀薄呀。哦哦哦，曾试图想把一切都审判着我，放不下，没留下，其实没有那么坚强，碎的欢迎回来，好不好听呢？刚才很多粉丝都留言说太好听了，那么也是有很多粉丝在说想要听古杰莹清唱他自己自创的歌曲。自创的歌曲有没有？还没有发布，有没有？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就一小段哈，可以吗？但是我还是觉得你还是不要唱好了，因为活不够嘛，对吗？你看活不够啊。你的粉丝说他已经尖叫了，来献上你们的玫瑰花，就在这里。好 ，OK， 好，看他们献上那个怎样 ？OK， 好，想不想听？你们希望听到古杰莹清唱的，还是要下一首 MV？ 你们自己选择。我相信应该会想要听的，因为 MV 随时在 YouTube 可以找到。对对对。要不要清唱一段？哇，话也是很多了。你看太多人讲要清唱了。那么你有什么歌是可以清唱的？就一小段。我清唱，就是我这几首歌里面最火的一首吧。最火的。对，就是这首叫做《恶作剧》这首歌。恶作剧。对。那这一首歌的意义是在哪里呢？其实是原创者呢。然后。他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大概是我就是我，因为这首歌是我一年多两年前录的歌。他也是在他那个十八岁的时候，大概那个时期他写下来的一首歌。他就觉得这一个心情很适合我这个年纪，就是录这首歌的时候那个年纪。然后当然，因为我其实风格通常都是以摇滚跟另类为主。然后就是说，不如收纳一首抒情的歌曲在我的那个 EP 里面，然后我就一听我就喜欢上了，我就选择了这首歌。好好，那么你会清唱整首吗？就 chorus 好不好？
chorus 就 chorus 嘛。好，那等一下还不要开始，我们就跟你的粉丝说一下。好了，要清唱的玫瑰花看够多吗？哇，也是很多的啦。好啦好啦，就先给你们一个安慰奖。我们就现在开始清唱，准备好、啊我怕我进错 key。 我先喝一口水，好，有点紧张。快点给他鼓励一下，很久都没有清唱。从遇见直到熟悉，都像一场恶作剧。是谁先把这感情当作游戏？从爱上直到受伤，都是我的恶作剧。我愿意说对不起，但你已不在意。谢谢。啊，你就这么短而已啊？还要吗？好不好听？好不好听啊？你们收不收话啊？不收话，我们让他再来一首。我其实是想要唱多一点歌，所以就小段小段一点，不然时间。时间不够，就要我一唱歌，我是那种可以去卡拉 OK 然后唱六个小时，一个人一个人自己唱六个小时，然后我的妈咪就陪着我，就在那边睡觉，典型的麦霸，就自己在那边唱。OK， 好了，那我们来聊聊一下，我看你最近的状况生活。我最近其实都是在写歌啦，都是在写歌嘛，然后就是现在每逢星期五会就是偶尔去唱歌，就是因为我真的是嘴巴太痒，嘴巴太痒，对，就是因为目前我的歌也还没有发布嘛，所以就是新的那一些活动都还没有，就是有说有什么活动这样子，所以我都就是有去那个叫做 Cafenis 的一个地方那边唱歌，然后就是跟我就是以前驻唱，就是在比赛之前驻唱，然后认识很久的，就是很好的拍档的 partner， 然后跟他们一起合作，一起唱这样子，然后就玩玩的，就过一下瘾，所以目前都是在写歌，等待着我的公司，就是他发布这首歌发片来。对，那么我们就让你分享一下这个，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下去到中国新歌声这个舞台展现你的这个才华？那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应该是还不到十八岁，年份到十八岁了，年份到了，生日还没到吗？对，然后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其实那时候我是在驻唱的，然后我有去参加过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些选秀节目，当然驻唱那边就是也有一些 video， 然后就有些可能观众啊，他们听了他们就录起来发到 YouTube 上，然后还有那个选秀节目啊那种，然后呢之后就突然间有一天半夜，然后就有一个自称是中国新歌声的导演，就是 Facebook 啊 page 那边 PM， 然后那时候我已经准备睡觉了，大概是三点的时候，三天之后还没有睡觉，哈哈。然后那个时候我姐姐就也是还没有睡觉，然后就突然间来敲我们，然后跟我说，你看一下那个你的 page 那边有人就是说是中国新歌声导演想要邀请你参赛。我就想啊，因为我听说很多假的导演，我就很怕是被骗，然后我就先问清楚啊什么，他就跟我说，你能不能明天的就是中午的时候来见我们。我就说好吧，我就去了。不担心被受骗吗？也是必须要试啦，就是有这个机会来到了，要是受骗我有人陪着我啦，就不怕啦，就有点试了，结果去到哇，真的是中国的导演，然后他们就是都很 professional 的，然后就是说啊，你唱一下歌给我们听现场，然后直接就说啊，那你过几天我们安排你去录音，因为录音了还要经过很多个 step 才可以到上海去试音，这边录音了还要先给就是大的导演，就是音乐总监他们听，听了之后看一下他们有什么意见，
才可以说要不要我去上海试音。嗯，所以那时候就等了，我等了录音之后啊，就是他们带回去上海的时候，我大概是等了一个月，然后我就觉得不会中的啦，然后因为太多人了嘛，我就觉得不会中的啦。嗯，结果就突然间有一天就说前三天吧，就说啊，过三天啊，你飞来上海 OK 吗？我就说这么急要来试音，我就啊。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是没有去过这么远的国家，而且是三天后。对，那时候那些签证怎么样去解决？就是他们就教我说什么一天可以解决这个签证，嗯，就是去做什么 expresser， 就是去做，然后自己去做了，早上去做，然后第二天的啊早上拿这样子，嗯，然后拿了机票全部就是他们帮我做好了，然后就我那时候他只是把我一个，因为他说我十八岁了。很伤心，他说我十八岁了，然后就只是保我一个，因为未满十八岁的话，他会啊，就是给一个家长陪同我去，就是、他们出机票，对，嗯、然后、嗯、结果不能了，我就带我妈咪去，因为是第一次去，我妈咪很担心，然后就自己掏钱，自己掏自己的钱包，然后给妈咪去这样子，然后去到那边。也是本来说是隔天才录才试音，结果我当天去到、嗯、我睡了一个小时觉，突然间接到电话，他就说你现在可以来试音，要马上就要试音，然后那个时候很冷很冷，嗯，那时候是不是零下，就只有三度、嗯、我没有试过这样冷的天气，然后去到三度就好冷哦，有下雪花，然后我就很不适应，可是没有办法、嗯、一定要去，我就说 OK OK， 你们说什么我就跟着做就好了，为了梦想嘛，对，然后我就去了、嗯、就一直这样子慢慢慢慢走进去，嗯哼，蛮难的，其实只是要上到盲选台都已经很多个 step， 嗯，我相信不简单，中国人口那么多，对，太厉害的人太多，太厉害了，见到太多太厉害的人，我全部都直接我的眼睛是发亮，真的很厉害，不过你也是很努力一下，可以争取到去到这个陈奕迅战队，对，而且还是四强。对，那其实从一开始就是我就知道有陈奕迅老师他做这个导师的时候，我就、嗯、真的吗？我就我就冲着他去，结果、okay. 啊，结果他有为我冲下来，我真的是很开心。嗯，对，那么。成功上了中国新歌声这一个节目过后，嗯，展现了你的才华，那你有什么感想吗？其实当然是很满足啦，可是其中间其实也发生很多事情，就是可能网络上有一些不好的东西说到我的，比如就是可能说啊。说到我的家里人啊还是我啊什么什么黑历史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的就是讲我牙齿很丑，然后我现在绑了很美啊牙齿很美，不是我美，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啊，对，就那时候我的盲选的那个 old boy 的视频一出，嗯，就是那时候直接 live 播，然后在大陆那边的弹幕还有 Malaysia 这边都是，就是大陆那边比较严重一点的、啊、就是他们会说啊、这个牙齿弹出来，这个我们荧幕看到真的是吓死了，直接把电视机关掉。然后还有的讲，我隔一天睡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想到那个牙齿，我就吓醒了。还有人讲像僵尸，然后什么心灵受到创伤，什么从此以后的很怕，什么什么这样子。所以我的牙齿，我觉得没有这样丑吧，听歌咯，不要看咯就是那个阶段的时候有一些负面的评语啦，就是其实现在的社会我觉得网络霸凌是蛮多的， 嗯，不过非常庆幸的是你的本人很乐观， 嗯，其实也会很伤心啦，可是其实蛮多支持的，就当然当时候我的家人还有导演、朋友，就认识我的朋友、他们都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样子、然后可能我太直了，就真的是有什么东西就敢去讲这样子，就会很多人就是可能觉得不好，对，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医生老师也给我很多鼓励，他就跟我讲不要绑牙，不要绑牙，因为我那时候其实一直不绑牙是怕影响唱歌，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这个 Invisalign 这个科技，我就觉得一定要绑铁。嗯，绑铁通常会影响咬词，然后唱歌那方面肯定会影响，我怕我适应不到，然后以后唱歌可能就会越来越差。嗯，然后我就一直不敢绑，一直到那时候医生老师跟我讲不用绑，我也觉得哎好看啦，不用啦。可是自己看到也是觉得是真的很不整齐啦，当然对口腔就刷牙也是很难。嗯，然后之后回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医生，就是他就跟我说他们现在有这个科技，就他们帮我做很好，就是他们 sponsor 我做这个东西，我就真的很感恩。然后现在确实很多人都讲我好看了。的确的确。那之前你唱歌的时候，我记得你有一个花名叫虎牙妹。sorry 啊，可以讲啊。可以。那个花名是怎样来的？因为有虎牙咯。哦，就是观众给你取的。对。那你对那个花名有什么不开心的？不会啊，那个时候我其实我觉得很可爱啊，虎牙妹。我又属老虎。嗯哼。很可爱，我觉得。非常可爱。我真的是。一直以来啦，就是可能有人，就是很多人会跟我讲你的牙齿不整齐，可是没有骂到这样子。就是上了这个节目才骂到这样子。那那个骂你的人会是中国人还是都有？都有 全世界都有，就是酸民心态。 对全世界都有。没关系啊，现在你变美了。其实那个牙齿也不是什么啦，只是可能会影响到口腔啦。其实不会不好看啦，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啦。所以就我还是很喜欢我以前的样子，只是现在我发现啊，就是可能绑了牙，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是很不整齐嘛，可能就反而那个有一点点漏风的那个咬齿，它就纠正了，然后现在刷牙很容易这样子。原来绑牙有一个好处就是刷牙很容易。刷牙好容易。之前就要往上往下。那既然你已经在这个节目，而且这个节目是直播的，你要不要对那一个赞助你绑牙的那个人说一下谢谢？对，我要对 Subang Dental Specialist 的 Dr. Ha 还有 Dr. T 跟你们讲一声谢谢，让我的牙齿变得那么漂亮。就是你非常乐观了。算是吧，摇滚精神。摇滚精神 ，rock and roll。其实我刚才期待你唱给我们听的清唱的歌呢，我期待的是那个 rap， 那天你唱给我听的那个 rap。超多姑娘啊！那个是你创作的？不是不是，但是其实是邓紫棋的歌。邓紫棋的歌，然后其实它是致敬土那个热狗的，然后就是那一首差不多先生。然后他致敬之后，我就觉得这首歌很有趣，然后我就拿来翻唱。OK， 那么我不懂，我不懂，如果我叫杰莹唱这一首，他应该会愿意唱，但是不懂 Facebook 会不会 mute 掉，所以你们真的想听吗？你们真的想听，我们就尝试一下。对，那一段因为怕牵涉版权。对。你还是得到很多正面的鼓励的，通常不要紧的，没有关系，因为在网络有时候有些人的评论有正面的负面的 positive negative 的，也是有一些人会受到这一些负面评价的影响，不排除他们也会受到心灵上的一些伤害。像当然他们给了负面的评语，要是是真的可以让我变得更好，我会去参考，也会去学习，就是自己继续努力。可是要是是恶意，真的是重伤我的外表，重伤我的什么人格之类的那种，我就真的我没有办法。要不要为自己平反一下？其实我从那时候一直我都没有发过声，没有讲过任何的东西，我就静静安安静静的让它过去。其实很多东西所谓的对与错呢，都是真的是一念之差，就可能 OK。就是每个人成长环境不一样，他觉得不公平的对待，他觉得那个东西是不是不公平，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三观都不一样，所以可能当我觉得这东西是不公平的时候，我发生了，可是可能有很多人觉得其实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当然我是那个唯一一个发生的，就成了我是那个错的人，这样当然我不知道这是错还是对，可是我觉得就是我做了我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东西，就是我觉得
那个是不公平，我就发声。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我以后做人的态度也是继续会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不对我不会去做，当然我也会就是尽量为自己平反这样子。保持那个正义感，对，我会继续这样子。可是当然现在就是会比以前安静很多啦，就对，就以前就可能就受到一点打击，就会很冲动那样。随着我们人越来越长大，就会就会 whatever。对，因为你每个人，你现在目前你经历到什么东西，每个人都不知道对方经历着什么东西。就可能这个人现在连面包都没有得吃，你在吃着鲍鱼，这样当然你们想法肯定会不一样，你们觉得那个饭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我就觉得是这样子，所以其实真的是没有必要这样子在网络上吵架了。就之前可能我会跟他们理论，可是现在不会了，就是要是他们觉得是错，就我也没有办法了。OK， 你很多观众都讲想听一下你那个 rap 的，是不是真的很想先一朵花都没有看到？我要爱心。杰英现在要爱心，我打一下可爱一点，因为我很不可爱，我就多一点可爱。想听 rap 清唱啊， rap 清唱就来一颗。有吗？只有一颗而已吗？我在等待。有啊，其实很多人在那边点。对。好啦，就来一下吧。我没有歌词。我们在折磨观众的一下下。我没有歌词，我怕。好，那是就你需要歌词吗？应该 OK 的。OK 吗？我应该可以的，没有歌词，可能唱错歌词不要介意啊。好，好紧张啊，要清唱 rap。准备好要 rap 了没有，观众们？好，掌声。差不多的姑娘，追逐差不多的漂亮，他们差不多的愿望，牵着他们彼此方向。我回到差不多的家，躺在差不多的沙发，微博差不多的刷，都吃着差不多的瓜，网友差不多的瓜，穿着差不多的瓜，我不可以，我忘记歌词了。OK， 要看歌词吗？我记得啊。来，我们拿歌词来看。好，对，来拿歌词来。所以这个就是证明了我是在现场直播。真的是 live， 我们没有造假的。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我们这边没有一个小荧幕可以看歌词。对。我们的节目有一个好处，就是完完全全是直播的。对，来，再来一次，我相信你们不介意的。三，那个歌词，我们给杰英一点时间，给我一点点时间。我先哼一些歌给你。爱心不够多啊，他没有那个 rap 的感觉。好，有了，好，清唱哦。再来一次，我从 rap 开始吧。我回到差不多的家，躺在差不多的沙发，微博差不多的刷，都吃着差不多的瓜，标题差不多的渣，霸着差不多的瓜，网友差不多的嘴，弄脏了差不多的话，一条差不多的事业，选择差不多的眼，看着差不多的留言，都是差不多的简，到处差不多的 baby， 比着差不多的基尼，举着差不多的 V， 举着差不多的 D， 在差不多的街头摆着差不多的 pose， 跟差不多的潮流整了差不多的 nose， 跟差不多的潮流整了差不多的 clothes。用差不多的 love， 唱差不多的 rose， 跳着差不多的舞，扭着差不多的屁股，差不多的思路，穿差不多的推出，差不多的脸书人，差不多都想哭，女孩差不多的路，都差不多无助，差不多的姑娘，追逐差不多的漂亮，他们差不多的愿望，牵着他们彼此放下。好了，谢谢。我刚刚才要 enjoy 完了。没有音乐。OK。要我 rap 成熟是。
那个节奏非常、oh, okay. 非常好了，已经很够了，谢谢。我们不要给观众听太多，对，给他们继续追。对，我之后还会发歌的。当然，我目前也会在 Instagram 有，就是这个每逢星期六、可是我上个星期六没有发，因为太忙了。然后我会每逢星期六呢，就会发一个一分钟的 cover， 在我的 Instagram， 我的 Instagram 是 Jesslyn 古杰音，就是。完全就是 Sugugata 然后拼音下去就可以了， Jesslyn 古杰音 GUJIEYING 就可以找到了。OK， 好，那么我们让杰音休息一下，他唱了两首歌、好，我们现在先送上他的第二首 MV， 名字是差不多哦，宝可以吗？可以播吗？那一首可以啊，好，就是这边清唱的那，就送上刚刚他清唱的那一首，差不多。都吃着差不多的瓜，亮标题差不多的渣，发着差不多的瓜，网友差不多的嘴，弄脏了差不多的瓜，一条差不多的事业线，抓差不多的眼，看着差不多的留言，都是差不多的贱，到处差不多的 baby， 比着差不多的 Gini， 举着差不多的 V， 举着差不多的 D， 在差不多的街头摆着差不多的 pose， 看差不多的潮流，整了差不多的 nose， 找差不多的男友，走在差不多的 clothes， 住差不多的 low， 送差不多的 rose， 跳着差不多的。有着差不多的屁股，差不多的思路，伸差不多的腿脚，差不多的绿树人，差不多都想哭女孩，差不多的路都差不多无助，差不多的姑娘追逐差不多的漂亮，他们差不多的愿望，牵着他彼此放下。而现在各位姑娘，这里我要分享，曾经的我都一样，有差不多的忧伤，差不多两个礼拜没有吃饭，差不多我就没气怎么歌唱，数不清的差不多，都差不多，差不多人生真的不该怎么过，像我唱的那首歌，差不多的虚荣如果能够看破，只是差不多的那个泡沫。差不多的废话，差不多的那些无聊游戏，嘻嘻哈哈，吱吱又喳喳，都差不多的傻，差不多姑娘都土生土长，再有毒的土壤，差不多都曾对镜子里的自己失望，差不多都遗忘，没有武装的模样，就差不多的症状夸张。而现在各位姑娘，这里我要分享，曾经的我都一样，有差不多的忧伤，差不多两个礼拜没有吃饭，差不多我就把命给送上，数不清的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人生真的不该怎么过，像我唱的那首歌，差不多的虚荣如果能够看破，只是差不多的那个泡沫。只是差不多的那个泡沫。
欢迎回来听完咯，怎么样，好不好听呢？还可以吧。OK， 你有什么要想对粉丝们说的吗？就其实，怎么说呢？我目前呢，除了我在 Instagram 发歌呢，我接下来还会有几个活动。比如呼吁一下，打一下广告了。就是其实呢，就是我相信，要是是粉丝的话，都会听过我的 EP 里面的歌曲，就是有一首叫做《备胎》的歌。然后就是这个原创呢，原作者呢，他叫做 EXO 李，他那个字好难读，李宇。宇豪应该是宇吧，因为我这个中文不太好。就是EXO 他的这个专辑发布会，然后他也就是很难得啦，就是努力了这么久，终于要发布他自己的 EP 了，也是在9月20号，他会在这个 Live Fact 这边举办他的这个专辑发布会。当然我是表演嘉宾，所以大家多多支持本地创作，多多支持古杰英，也多多支持本地所有的艺人。当然大家要来这边支持的话，大家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page 那边，我有 share 过的，我等下也会再 share 多一次。所以想要出席的都可以告诉我，可以在那边留言，还是告诉我，还是你要告诉 EXO 也是可以的。然后就是多多支持啦。当然我在就是很难得的啦，我11月呢也会有一个，就是马来西亚自己创办的这个音乐季，凤什么音乐季？对，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跟台湾一起联合举办的一个音乐节，这样子的。可是它叫音乐季，其实就是非常特别，它那个季是那个季节的季，不是季节，是祭拜的祭。音乐季，对，它就是向所有音乐致敬的一个东西。对，就是当然就是好像我的信仰，当然除了我是 Buddhist 之外，我的信仰就是音乐。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叫做音乐季。然后当然我也是其中一个表演的单位，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到这个我的 page 或者到这个风什么音乐季上面这边购买这个 early bird ticket， 这个早鸟票已经开始销售了，所以大家可以赶快去买这个票。如果想要得到更多关于古杰英的资讯呢，大家可以去follow 一下他的 Facebook、 YouTube 或者是 Instagram 这样子。那我眼中的古杰英呢，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然后就算遇到了任何挫折他都永不低头一个小女孩，所以我非常期待呢他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突破。所以呢我也希望在座的观众各位呢，大家就有时候我们马来西亚非常难得会出现一些人才，但是很可惜的就可能有一些酸民心态，那没关系的，因为我的朋友从新加坡来的一个节目主持人，他告诉我一句话，你的意见不重要。所以我们要狠狠的做一个决定，就是当你有发现你很喜欢某一件东西的时候，你要像我的好朋友叫阿 Craig， 新加坡一个蛮著名的一个主持人，他那天来到我们公司，他就告诉我你的意见不重要。那个表情很可爱，就是勇往直前去闯。对，因为现在的世界跟我们以往所有的观念根本是不实用了。以前旧的传统的那一套，怎么样去唱歌，怎么样去发行唱片，怎样搭上一个音乐人之路，那一些都已经不再重要。现在一个网络就够了。对，所以现在的社会已经不一样了，我们不能够再用以往的那一个心态跟以往的那些观念去评价一个人。当然不排除很多酸民就会有一种网络霸凌这些，但是我告诉你，今天我告诉你啊，一切都不重要，真的不重要，做好你自己才是最重要。因为那些人根本不需要为他们的言论负上任何责任，只是在一个手机这样咚咚咚咚几个字就可以老衰雷群 OK 了，全家都可以骂完，所以 I don't think this doesn't matter。 可是当然有一个很 matter 的，就是我的粉丝朋友们，他们所有的那种正能量的那种留言，那种支持我的那种所有的那种精神，是很重要啊，那一种非常重要，其他的都不重要。对，所以真的继续支持我，我很感恩。
是我们要继续支持古杰英，所以我期待他未来可能他会在国际上有一些希望有一些发展啊。对，因为他的中文也不错的，他的、就是、已经学好了。他的英文更加不错，但虽然还没有听过他唱英文歌，不过我在YouTube 有看过几个。哎 ，Why not？ 我 OK 啊 ，OK 吗？嗯，我其实有一首、一首洋歌 ，OK。对，其实我的粤语也不错，OK 所以粉丝们想不想听一下马来文也 OK 的？哇 ，Really？ 这样好了，我们每一个语言都来一下。来继续你们的花、啊、这首送上一首我的洋歌了、我很喜欢的一首英文歌，英文歌哈、也是送一段了。 好的，时间紧闭没有关系，我为你加时间加你们 OK 吗？一定要讲好听哦好，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Some people want it all but I don'tWhen nothing at all, if it ain't you, baby, if I ain't got you, baby. Some people want time away, some just want everything, but everything means nothing if I ain't got you, yeah.哇哦，真的是什么语言都可以，太恐怖了，我不敢唱了。OK， 好，那我看一下，你的粉丝还真多嘞。OK， 那接下来你还喜欢唱什么歌？还喜欢唱什么歌？其实上我的节目有一个好处，你可以在我的节目里呢，就做回你自己。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然后你想分享一下你的梦想啊，你的使命 ，whatever you want to talk， welcome to my show。好啊，所以我一直也谢谢 Patsy 啦，他让我有一个机会做这样的节目，然后就把所有的有梦想的人、有使命的人都邀请上来节目，就分享一下。对，他在幕后还好的，其实他是很适合上镜，很漂亮，要捉他上来了，还有什么 ？OK， 接下来你要不要为我们唱一下粤语歌？粤语歌啊，好、哦，我就唱，就唱我老师的歌啦，一生老师的歌。上这首《呼吸上塔》也是我的 favorite。啊，这一首歌好听，他的老师的歌就是陈奕迅。富士山下，哇，这一首太棒了，也是唱 chorus 啦， chorus yes， chorus 就好了，好，不要给他们听太多OK 吗？准备好了没有？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时光里找不到他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啊，完了，我操！OK， 谢谢，非常非常好听。我今天的好温柔，这越轻唱就不能唱那种摇滚歌曲。OK， 有什么留言吗？有什么问题吗？其实我很想回答问题的。来，各位粉丝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古杰英的吗？很想回答问题。那他很想回答你们的问题。当然，你们想要刁难我也是可以的，我很乐意的。我其实就是，我看到荧幕里的自己，真的原来我是完全不能停很多动作。
嗯哼，就其实之前我在那个就是大陆那所有的那个节目，我也是一直不能停，一直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动来动去，然后很好动。对，然后那时候还甚至就是导演会跟我说：“古杰英，静下来了。”然后就说：“古杰英，要开始了。”我就我就会跟其他的学员一起玩玩玩玩玩玩玩，就几个人罢了。嗯，然后我是其中一个，很吵。很吵了，小孩子是这样啊。还好还好还好，就是太喜欢这种这种感觉，就很 active， 很活跃。因为我也很喜欢，就是可能 sport 啊这些东西。可是我小时候不能，因为我有很严重的哮喘病。然后我就是，其实我是很喜欢 sport， 可是那个时候我是连跑两步我都会喘的那一种。都需要进医院的那一种，所以。其实也是蛮难的啦，就小时候那段时期就一直进医院一直进医院，然后连上学都没有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去上，每上两天三天突然间就哮喘。因为可能空气不好啊，学校就会影响到，然后老师每次就会说没事没事，你在家里读，还是你需不需要我们教你什么什么。然后幸好我的成绩还是 pass 的啦，还是可以过关。你从几岁开始学会创作？学会创作其实是两年前吧，就是我比赛的那一段期间开始才创作，之前都是一直唱歌一直唱歌。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对音乐还不够了解，是去了这个节目参加了这个比赛，我才认识到很多真的是在玩音乐的朋友。然后他们就是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教了我很多东西，然后我就开始就越来越沉迷在音乐里面，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我可以开始写词啊什么，然后我就把我的感受写下来，然后自己慢慢再改良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创作了。就其实很奇怪，就突然间就来了那个 feel 来了就来了，就突然间会有音，就是以前可能会有旋律就不会记下来。可是当我比赛之后，我知道原来有旋律是必须要记下来，立刻哼起来录下来。可能你会哼到别的歌，有可能你会哼到你属于你自己的旋律，所以我就哼到自己旋律了，我就自己创作下来，这样子。突然间，你刚刚跟我分享你这一些音乐灵感的这一些经历的时候呢，我想推荐你一部电影，你回去找一下，叫August Rush。August Rush 有看过吗？没有。他是讲述一个小孩子，他一直他在孤儿院长大，然后他一直和有一个信念，就是他知道他自己的父母亲还在身边的，他就一直想要离开那个孤儿院去找回他的父母。当人家告诉他他的父母已经不要他了，你不要再想你会找到你的父母，他讲我就可以听到，他讲他可以听到声音，他可以听到音乐，因为他的父母亲都是音乐家。所以你回去你学习一部电影叫 August Rush， 回去不用睡觉，非常好看的。等一下我可以发一些链接给你。好，不用睡觉了，大家一起看。这个是音乐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电影。要好好去看。好，谢谢。不要这样笑，而且听到你的故事的分享一下。来，是不是一直叫我唱歌罢了？哦、我知道的，我知道的，每一次都是这样。干嘛还有人问几时要结婚呢？还有人问你会唱福建歌吗？福建歌啊，我会。真的吗？连福建歌你都会唱吗？那种不咸不淡的那一种福建话，就听咯，听一下来一点。一首比较新的啦。唱那首就是卢广仲的这首。其实他不是全首福建歌，只有一段福建话，我就唱了一下。OK。看戏啊，听啊，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只过当我的打拼，甲认真，拢是因为你。花在风中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到半暝，希望月光
抓你的那股心迷。太棒了，太棒了！哇，我不懂，我惊讶，我好惊讶，真的是我，我要重新认识你了。印度歌我也听的，印度歌你会唱吗？这首就这个就不用了，不用示范。太可爱了。还有，刚刚你的粉丝说想听《爱莫》，爱莫，我知道你是谁。谁？我知道你是谁。Melvin Low， 我知道你是谁。就其实以前我有做过一些直播，嗯，然后其实我是那种动漫迷。就是很喜欢 animation， 嗯，就是宅女以前，嗯，会打得大啊，然后看动漫啊那种，然后之后我就很喜欢一部戏，然后它是那个机器人的，很像感到嘛，嗯，然后它就是机器人打架，可是那一个人出来唱歌，它可以缓解所有人这样子，我就觉得哇，它就是一个天使的声音，天使歌，然后我就爱上了那首歌，嗯，然后他每次都跟我说，我记得了。就说很久没有听过这首歌，爱莫他一直写爱莫。好，okay，好，好，我唱。嗯，爱莫爱莫，내때루루세너의나미리아에때루프테아파토미코코와다가나몸이다요루레루라이야하마에와나소나이와나주요루레루라이야하마에와나사시미토이노코爱莫爱莫，내때루르세너의나미리아에때루프테아파토미코코와다카나몸이다요这是什么歌？日本歌你也会唱。嗯，我们来再给他多一点挑战，看他还有什么。掌声，来掌声，给他掌声，我自己给自己掌声。哇，太棒了，他什么歌都会唱，真的是吓到了。不管什么风格的，什么语言的，只要好听我都会听。嗯，可是基本上所有的歌我都觉得好听。嗯，希望你贯通所有的音乐歌过后呢，你能够独树一格。对，嗯，现在都是另类摇滚 alternative rock，嗯，都会偏向这个。当然我也有写抒情歌啦，就是关于那种爱情啊，那种谈恋爱啊，那种我想你你想我的那种，嗯，还是有的。嗯，那种歌词不懂自己在写什么的也是有，那种所谓什么世界观啊，然后人生观啊也是有，嗯，就多写一下啦。你这么年轻就懂这一些东西，三观的问题。是有经历过啦，嗯，可能就是其实不是很多啦，可是有经历过。那你的人生观是什么？我的人生观啊，嗯，我觉得做人要善良，嗯，然后当然要积极。我其实都是冲着这两个，就是善良积极，就不要害人，然后就是对待这个世界都是大家公平一点啦。可能我是天秤座，天秤座，我就猜到他是天秤座，就会觉得所有的东西大家和平，嗯，然后公平对待。当然，嗯，对待这个世界一样，不只对待人，所以我就很爱护那种大自然，还有小动物这些。所以你的世界观基本上就是公平，对，公平，嗯，就公平，世界就美好，嗯，叫公平，可是很难。那么价值观呢？价值观啊，很难讲哎。就是对我来讲，价值这个东西其实都很看我的，就是一个心情。就可能有时候，好了，就这样子讲了。对我来说，家人是价值最好、最高的东西。OK， 我的妈咪，嗯，是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其实啊，才可能是爱情那些。可是你要是讲
第一是我的妈咪也不能这样子说，因为对我来讲音乐梦想这个东西对我来讲价值也是就是如同我的生命，所以其实很难去平衡这个东西。对，我觉得你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她是完全是一百还要哭了101%的在支持她女儿的梦想，她妈咪也有在现场的，那我们看一下妈咪，让妈咪妈咪看一下她的乖女儿，这么棒啊！来，要哭了，要哭了！啊，那我们回来，我们回来，回来吧。好，是不简单啦，要带着一个有梦想的女儿，跟她一起去撞，跟她一起去闯哦，真的是。不过我相信你的未来前途无可限量，希望啦，好好的发挥。我会继续努力的。还有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其实我真的想回答一些。对，我们忘了谈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生日会，你要生日了嘛？啊、对吧？9月这个我就拍死了。是我们9月22号是一个什么日子呢？9月22号这一天就是我们的古杰营举办生日会，21岁的生日，所以21岁生日就代表说他已经是大个女啦，可以去赌场啦。那人家开玩笑啦，我不赌钱，所以21岁我只打麻将。21岁对一个他不赌钱，但是打麻将，麻将这个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啊？打麻将不用赌钱的，因为赌什么脱衣服吗？就可能赌吃东西哦。OK， 不用赌钱的，不赌钱，是很喜欢打麻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打麻将，我们继续，我不会，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好。21岁生日，所以呢，他会怎么样庆祝呢？来分享一下。我会在 Loud Speaker 大嘴巴 Put Jong Se Diao Wong 的这个 brunch 这边，然后呢，会庆祝我的这个21岁的生日。当然，当天会有就是 Vimen TV 啊，他们就是所有的那种媒体啊之类的，然后还会有一些游戏，还有我会唱，我会第一次公开演唱我的原创。对，可是这个是不能拍上去的啦，要静静讲啊，就是我会当天演唱我的原创歌曲，然后还有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礼物啊送给大家，然后就要怎么样，我自己在宣传自己的生日会。那我帮你讲，我帮你讲。那么要如何去参与你的生日会呢？就是呢，上到 Facebook， 我有share。哎，我真的是好不要脸啊！就是我的生日会可以上我的 Facebook page 那边看。当然啊，就是不用收费的这个东西，你们只要跟我的就是粉丝助理啊，然后就是跟就是相关的这个单位说，就是你们想要出席的话，当然，就是他们也会尽量安排，所以可以说这个东西。然后，当然我要感谢所有的赞助商，他们也会赞助我食物啦、场地啦，然后摆设啦，还有很美的裙子啦，还没有做出来，我还在等。然后媒体啦，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小礼物啦那些，还有化妆，对，所以就谢谢你们，所以当天就麻烦你们了。然后当然你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我21岁变成21岁的这个变成21岁长大了，然后就会跟我平时很不一样啊。我当天的主题是 Alice in the Wonderland， 很梦幻。然后呢OK 继续就是当天呢，我的主题是白色跟红色，当然你们详情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page 看。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你们会有一个不同的感觉啦，就是古杰营这个人会给你一个新的感觉，21岁嘛，就要有一个新的感觉。然后所以来吧，来看看一下吧，就然后我可以收多几份礼物这样咯。这个我帮你讲人家说尽量安排并不代表一定安排到，所以人情不要迟到。所以要报名就要赶快。收到几份礼物，你们手作画画的我也 OK， 画画皮卡丘给我也 OK， 我不介意的，我很喜欢心意啦。对，然后相信就是小手礼物罢了啦，就21岁嘛，幸福这个祝福。对，你送我一本日记簿啊还是什么也 OK 的啊。
那么日记簿如果写上跟你，就尽量避免了。哦，哇哦，会不会有一些粉丝？你有没有遇过有一些粉丝，就是在他的日记写满都是你的？这个没有，我不懂啦。有的话我不懂了，只是我是试过以前在 Facebook 有人就是会 PM 我，然后跟我说，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播哎。没有关系啊 ，live 来的直播。那时候我常常发照片，然后他就突然间有几个，就那一段时期，那半年里面有几个人来说啊，金啊，你的照片我用完了，你可以发新的吗？怎样用？你是怎样用？用完了，我相信你们懂的，不要装纯情。什么？怎样用完了？就用哦，摆在哪一天？sticker 啊，我不懂拿来用什么，我不懂。OK， 对，哇，用完了，你 Facebook 这么多照片，他都用完了，很恐怖。哦，还要发新的给他。然后还有些会发一些奇怪的照片过来给我，我就又有把这些人直接 block 掉了，对，直接 block 掉，超恐怖，这样的人都有。网络上很多变态，很多变态。这样当然就是你要。真的是 OK， 你要对着那一个诈骗睡觉也好，什么都好，你不要告诉我，不要跟我说用完了就好了，那就 OK 了，那你就不是变态了，对我来说。觉得很恶心，就不是变态了，不用告诉我就可以了。OK， 原来照片有这样的好有用处，我才会第一次知道，所以叫照片用完了。哎，妈咪，你不要笑。然后在你的粉丝在网上还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除了这些？就可能他们会做一些很可爱的东西，然后好像我大陆的就会有可能就是他们会每一天就发一个告白骨节音，每一天发了一个月，每一天都发我的照片，然后 edit 不一样的东西啦什么啦，然后就说告白骨节音就是这五个字没有了，我觉得很可爱。会不会很危险呢？我觉得很可爱啦，还可以。你觉得你的人身安全会不会？然后有的会跟我说，要不要一起玩游戏？我玩什么游戏？狼来了。啊，有我有玩。我上那个杀破狼嘛，那个是。就是有一个电话 app， 然后他是有玩那个狼来了，就是那个不是狼来了，那个狼人杀。狼人杀，对对。然后我就。有时候就是做写歌啊，还是什么写的，就是头脑 stuck 着了，我就会上去玩。不然我们跟导演谈一下，早一天我们玩一个游戏直播狼人杀，觉得 OK， 然后可能可以邀请你们来一起玩。很恐怖一下，我胆小，我做拍牌的那个好。荧幕上的你们要准备一下，可能有哪一天我可以跟你们现场玩狼人杀，我很喜欢玩的。真的吗？你们不要生气我啦，要是我骗你们。狼人杀，真的是蛮不错。像我看一个人家玩，但是有些很恐怖，很恐怖的。你不要弄到这样诡异啦！我把灯开到完啊，对，搞笑一点可以。然后我们直播玩狼人杀，这个游戏要用多久时间？半个小时。要是十个人以上的话，通常要半个小时或者以上。半个小时就可以玩完了。很厉害玩的话，可以半个小时以上玩。对，其实我不会玩，但是我看过很多恐怖的。天黑请闭眼。狼人，你要杀谁？他叫子。哦，那我玩。好，叫我玩。好啊，好啊，好。对。OK。然后还有谁 ？OK， 傍晚六点 ，loudspeaker。哇，写下来了。的大厉害吧？非常棒，谢谢你。Sam Lin。对，这是我两个我的 fans club 的，就是助理。他们就是我妈咪说她要做会长啦，所以他们不是会长，他们是助理，然后就是所有东西所有安排都是他们两个会参与，所以阿 Sam 好，谢谢你们。你还缺一个管家吗？管家好啊可是我没有钱包可以掏。管家就管买钱包了吗？有没有发现我越来越放肆了讲话？刚才还很拘谨。时间也差不多了。好，我们看粉丝有什么问题想要发问啊？你们都很乖嘞，你们为什么没有东西要问的？对，没有刁难我，也没有刁难就没有，也没有一些好奇宝宝，都没有都很乖。我要你们写一下我的绑了牙好不好看？
我很开心的。古杰英问一下，就是、很自恋一下，他们都知道的啦。他绑了牙，其实有没有好看？我在等待哦。唱画是什么？唱画哦， oh, 我把你画成会开的一朵花。唱画。你要不要你要不要送上一首歌给你的观众当做今天直播的结束？嗯，好。你什么歌？哇，你随时都可以想到很多歌来唱的哦。我以前驻唱的时候，我有算过我的 song list， 就是可能有些要看歌词啦，大概有3000首以上。这样我的直播可以开6个小时。六个小时没有人要看，我要上厕所、啊。所以我们来以最后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唱什么歌好呢？唱画，唱画是什么？是抒情歌吗？它是也是邓紫棋的一首歌。OK，好。我知道，我喜欢一首歌，有一种悲伤。嗯哼，我很喜欢这首歌，很喜欢。我今天都在抒情哎。走，没有一点点的摇滚。你要摇吗？你要滚吗？欢迎。我唱什么歌好嘞？摇滚。哎呦，好矛盾。其实你生日会当天会唱摇滚歌吗？会。会啦。会。那么摇滚歌今天就不唱，生日会那天唱。好啊，所以你们要直播其实唱摇滚是很难的。所以你们要去生日会的话，赶快赶快报名。对，其实现在人数其实也蛮客观一下，蛮庞大一下，所以看赶快哦，赶快，我想见到你们的。OK。我唱什么？就有一种悲伤吧。OK 嘛 粉丝 OK 嘛，他写画，又是画，画什么？其实那一个是什么 ？Nicole Lee 他说画，画 ，Jasmine Koo 他也说画，Amos Lim Leong Sing 画心，那你们要画什么？画心画画干，笔干，画心还有一个，刚才又唱画。好吧，这样的话，可以给我准备歌词一下吗？麻烦，没有歌词唱不到。谢谢。爱情就像，给我一点点时间。爱情就像。我想开音乐听，来吧，不用啦，我清唱。Really？ 其实开音乐 OK， 我清唱了这样多首 OK 啊。你们觉得开音乐还是清唱好？我真的有选择恐惧症。开音乐吧，好吧，开音乐。画，要画什么？画结营。画是一首歌。是的，它是一首歌。原来画不是一幅画。画其实是一首歌，非常火这首歌。好，等等哦，好，可以了，开大声一点。有没有掌声？留言掌声。爱情就像蓝蓝天上一片留白，有你陪我想象。白马突然不在秋上，青蛙终于遇见灰姑娘。就算路还漫长，我却有一种预感，我相信这灵感。我把你画成花，未开的一朵花，再把思念一点一滴化成雨落下。每当我不在，请记得我的爱，站在同一天空之下遥远的灌溉。
等待秋去春来，等待下一次花开，在咫尺的未来，生活就像茫茫海上，一只小船勇敢乘风破浪，而你就像不远前方默默张开双手的港湾，就算路还漫长，我却有一种预感，我相信这应该，我把你画成花，未开的一朵花，再把思念一点一滴化成雨落下，每当我不在，请记得我的爱，就在同一天空之下遥远的灌溉，等待秋去春来，等待下一次花开，在咫尺的未来。爱情就像远远路上一束明亮却温柔的月光，快乐原来如此简单，你在身旁就是我的天堂。太 enjoy 了，听你唱歌哇，真的是。我把你画成花，像那个花。很好玩这个。我觉得你真的是很棒，很棒。谢谢。不过要加油。你也是很棒。你也是很棒。我很胖。喝水。OK。好啦，时间好像也差不多了。有什么话想跟粉丝说吗？其实都是这一些啦。其实我有发过的，就是我不知道我的马来西亚的粉丝懂不懂。其实我的粉丝的名字是叫做萤火虫啊，萤火虫，因为闪闪发亮。然后就是，其实我很怕黑的，然后就是在黑暗中有一闪，有一个小光。然后我觉得萤火虫，它在它活着的那个瞬间，它都把它自己发挥到最美。很美，然后我刚好是古街萤嘛，那个萤，其实那萤本来就是以前古代的字，是一个萤火虫的萤，然后我的 fans 呢就改名为萤火虫。我不懂我马来西亚的懂不懂，因为就是大陆的他们都懂，就是他们就是有问过我，就是讲叫什么好，我就说萤火虫，然后他们说很好，就萤火虫吧，这样子，对，所以我就想跟萤火虫们说。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然后当然我接下来的活动也是需要你们继续支持，然后希望看到你们啦，然后比心。比心那种肉麻的话我讲不出来。 OK， 只要我这种摇滚的性格是好了。对，那我们今天就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对，也非常感谢这个古杰莹上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谢谢 Annie 还有 Patsy。他还没有上镜，谢谢他陪我们聊聊天，又唱了那么多首歌，是吗？好好，那么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在 Women TV 这样的时间点都还陪着我们一起看直播，所以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关注 Women TV。另外呢，也要欢迎大家，如果看到我们的 live show 的话，你喜欢的话可以分享下去，你不喜欢看你也可以 like 一下的。你不喜欢看我们 post 的东西也麻烦你 like 一下我们的 page。 OK， 我要打广告、我的 page 跟那些帮我打广告一下啊，可以等一下你在下面留言写一下啊，所以记得 like Women TV。 未来会跟你为你带出更多更精彩的节目。 OK， 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谢谢，拜拜拜拜。当然也是要继续 like 我的 page。 又在打广告。OK， 可以去吃宵夜。拜拜，可以吃宵夜。